怎么在这里？我的群发短信看到了吗？今天学校有关于高考的讲座，有空尽量去听。我建议你去，现在你的眼神很迷茫，需要方向。
伙伴，咋了？脸色这么差？伙伴，中午去哪里了？我把整个学校都找遍了。很可疑，你身上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可以啊，伙伴，你怎么能独自面对这一切？一个团队在任何时候都要共同进退。快说，你被谁盯上了？那你到底是？
通过什么试炼？你失恋了？小韩，这家伙失恋了。哦，恭喜。看见没，小韩都安慰你了，打起精神来吧，伙伴。没问题。明白了，我是你坚强的后盾，安心的去吧，伙伴。男人哭吧，不是罪。伙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隔壁班的那对模范情侣分手了，你不觉得高兴？不幸的人听到别人不幸的消息都会开心。还要出去？哎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刚失恋又听到这样的负面消息，
果是我，我也不相信爱情了。所以，赶快打起精神来吧。现在去操场集合，高三学生必须参加。毕业生传授跑前经验。学校的例行大扫除，高三也不例外啊。对了，这几天下午你都不在学校。
他去哪儿了？很可疑。Thank you.